讲解了几个名，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讲解了啊？什么时候？帮我读一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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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OK， 那什么时候呢？时候我们来去什么了？Now 什么时候 ？Key now， 而中国人也可以说何时？何时？何时？何时 ？OK， 何时？何时？何时 ？OK， 三十二。那我明天去中国五天，五号回去。五天，那么五号，挨半夜呢？挨五呢？五晚五号回去。OK， 那给你得分别叫挨天和号什么呢？你那个把的对，第六天的对，周的是啥来？星期的是啥来？礼拜怎么了 ？OK， 说。那这周上周下周，那这个准备好不上分谈了，这了的，那奶上了的，见这上了见这尾下了锁，啊。碰到他自己心仪的男孩子的时候，然后他内心那种感受就会可能会表现出他。脸红啊，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那种感觉就叫做害羞，大家懂了吗？懂了，一样我看你呀，害羞，害羞是什么意思？一样我看你，害羞是什么意思？害羞是，害羞是什么意思？害羞。袁老师刚才说，袁老师刚才说，thầy giáo viên vừa nói là。Khi một người con gái gặp được một cái người mà người ta yêu thương, người ta sẽ đỏ mặt và người ta sẽ có như thế nào đó, cái cảm giác đó gọi là hai xiu. Ok, hai xiu. Xấu hổ. Để hai xiu. Rồi. Ok. 那接着来就是三十七，就是胆子小。胆子小呢？其实就是胆子小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小不知道。小。胆子。大胆的反义词。大胆知道什么意思吗？胆子呢？给们，胆子小。给们，对们，胆子小什么意思？你用中文解释。胆子小，其实我们也有另一个说法，就是没有勇气。勇气，勇气，没有勇气，没有勇气。比如是我看到，比如是胆子小，就是我怕死 ，OK， 怕死，怕死，对对，怕死，对 ，OK， 咋的？三十八就是拍马屁，拍马屁，这就是说，拍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是拍呢，拍就是拍手，这叫拍手。派手，派，派，这叫错，派 ，OK， 派，马是什么？骑的那种马。马，对 ，P， P， 对，拍马屁，对，拍马屁来泼蒙了，对，就是一种人，你说。通常就是在职场上面，就是在工作上面，人家就是一些下属对上司的那种。就是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就是说哇你今天好帅呀，但其实他并不是很帅，没有帅，就是太夸张的那种，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叫这些人叫他做拍马屁啊。比如是我没有那么漂亮对吗？我没有哇你好美呀，你今天哇你看你动人的眼睛，你看拍马屁啊，就是我没有那么漂亮，我没有那么漂亮，我没有那么漂亮，就空口性点的。但是，就是，我是你的老板，我是你的老板呀。你说我很漂亮啊，你今天很漂亮，是拍马屁的样子。对对，拍马屁，就是 got it。然后呢？对，聪明呢？聪明，聪明什么意思？聪明 ，OK， got it， 懂了。四十二。二，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有，我们看一下。